这样问。你知道？我说他是有第三班的。那个，我昨天啊，我在玩跟妈。你干嘛说？妈妈没有事情。不可以说再见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再见我就看不到你。你要说 hello。弟弟们陪我。我去加油店加油，因为我的摩托车。